只要看到这十二个字母组合，别犹豫，直接读，因为它们只有一种发音，让你记单词效率瞬间提高十倍。第一个 T-U-R-E 组合就读 TUR， 比如说 Nature、Culture、Future。第二个碰到 Q-U 组合就读 Q， 比如说 Quick、Queen、Quiet。第三个 PH 组合和 F 的发音一样，都读 F， 比如说 Photo、Phone、Phrase。第四个字母 C 读 K，字母 K 也读 K， 所以 CK 组合都发 K， Black、 Pick、 Clock。 第五个 KN 组合 K 不发音，只发 N， No、 Night、 Knife。 第六个 WR 组合 W 在 R 的前面不说话，只读 R， Right、 Rab、 Rack。 下一个 TCH 组合，他们的发音很简单，就是 ch、 pitch、 match、 watch。 第八个 sh 组合喜欢安静就读 sh、 cash、 fish、 push。 下一个组合 ee， 两个大眼睛，他们的读音只有一个，就是 e， 比如说 beef、 seek。 oy、 oi 组合都一样，都发 oi，比如说 boy、 coin。 第十一个组合 MB 组合， B 在 M 的后面找不到了，所以只发嗯的声音， climb、 calm。 最后一个是 DGE 组合，朋友非常多，就读 G， 比如说 bridge、 judge。 你都学会了吗？别忘了给十七老师点个小心心。